끊지 말고 그냥 내가 끌리는 대로 말하면 돼. Hit em up, hit em up. 꼭 날아올 때 기회는, 기회는 한 번 남아있어. Don't give up, don't give up, don't give up. 나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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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나
자고 나면 내일 있어 hey. 공중 던져 바라 걷긴 너 hey. 같이 놀아보자 힘이 날 때까지 세상에서만 길게 좋다 고막 지나라 모두 바빠 술래 샷기웨요 사고하고 놀아요 이제처럼 만나면 돼 뭐가 그리 걱정돼 더 멀리 멀리 날려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舞蹈教学是小时期的 Home Run 啊，这个一开始他们是就是怎么跟那种有分身一样，一个叠的起来，所以一开始会比较靠右啊。如果这个动作你在原地做的话，脚是可以尽量凑在一起，但是不太好看，所以尽量的多走一点啊。那从这边说，就几个动作，从他们 Home Run 等蹬空两拍之后开始做动作。我先把动作在这边给大家讲啊，很简单，主要就是手上的动作嘛，先是。哎，在右边上面的眼睛高度打一个响指，然后往左边45度这种请的感觉，然后同时右腿别下来，看 ，OK， 然后在这个手放到这个下巴这块，哎，抬一下头，然后转过去，手没动作，然后呢，再往还是往这边啊，都是往一边的，但是手的方向其实是反的，其实是往这边，但是背过来，这边再做一个这个请的感觉。OK， 然后再站起来，缩上身，又转过来，一掸衣服的感觉，最后响指还是跟一开始第一动作一样，走出去，然后他们会在这边站一大排，那自己跳的时候就可以回到中间了。那从到这儿，第二拍，这个8个8拍啊，动作，响指，请的感觉，抬下巴，转身，再请一遍，往上一指。走，掸衣服，一点 ，OK， 站回来，5、6两拍站回来之后，左手啊打开，
他的腰的高度，右手哎扶到胸口，这时候右腿一块往外转，就是那种很西方的这种绅士的感觉。动单起板站好，然后手快速的放到腰间，腰带不满啊，这不右脚在后面往前走，走一步踢一下腿，回一步点一下，这个肩膀就自然的摆动，摆大一点可以了。咚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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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简单。然后后面四拍震八下肩膀，哎，半拍震一下，噔噔噔噔。刚喊拍没有震那么快，因为就很比较尴尬，就是跟着音乐咚咚咚咚。这八下震七下，震到后面第八拍的时候左脚跟上，噔噔噔噔噔噔。然后双手从那个手上啊打开。那么打开，左腿往边上踹，动，踹出去，动，动，哎，左边踢一下，右边踢一下，身体转过来，然后接着反方向啊，你不是这么转过来的，然后反方向背着手，哎，再转回来，这个四个八拍就结束了啊。我们尝试跟一下第一段的音乐。